合自己的工作呢？贾博士什么建议啊？建议先利用职业兴趣探索测验，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，再去寻找相关职缺。另外，也提醒大家，找工作先求有，再求好，累积相关经验才能更上一层楼。十大经典问题第一名，下次揭晓，拜拜。